老的东方，有一个传说，那是一条被称为中华战龙的神秘拳击手，他的名字叫王延龙。王延龙，一个挑战世界各地拳击手的中华勇士，他的每一个出拳都带有东方的神秘力量。他以中华武术为基础，融合挑战世界。他是中华战龙，他是王延龙。王延龙，中华的战龙，世界的挑战者，他的每一步都在书写属于他的传奇。让我们一起期待，期待他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展现出更加震撼的实力。中华战龙王延龙，让我们一起期待你的精彩表现。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74 centimeters tall, weighing at 70 kg, with the fighting record 240 wins, 12 draw, 73 KO, 2004, 2006 K1 World Max World Champion, 2010, 2011 WMC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2011, 2012 Thai Fight,World Champion, fighting out of Thailand, Boko Bachamin! And now,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standing 174 centimeters tall, weighing at 70 kg, with fighting records,18 wins, 3 losses, 2 KO. He's MMA world champion. Fighting out of China, Wang Yanlong! 好，比赛开始。王延龙开场就连续的扫踢。开场连续的低扫加转身后蹬，但是并没有威胁到波球。一个转身后蹬将波球击倒，但是波球表示并没有什么大碍，又是转身动作，波球并没有很在意。王延龙非常兴奋啊，开场就连续的转身动作，但是对于老道的波球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王延龙这个战术还是比较对的，开场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啊，因为泰拳手都比较慢热。现在是波球被踢到了裆部，正在休息。这场比赛还是挺好看的，又是转头摆腿，又是连续的转身动作，但是自己失去平衡。波球预测了王延龙的动作，又是连续的转身，但是又踢到了裆部。裁判在警告王延龙不能瞄准裆部。哦，那脚蹬在波球胸口了，又是转身后蹬，第一段的转身后蹬，蹬的波球支撑起来，连续的转身后蹬。过渡一下，波球看来要认真了。烟拳，伸腿，波球躲开，预判到了这一。王延龙自己动作太大，失去平衡，自己倒地。换腿了，波球连续的扫踢。手踹一下，不是西装吗？啊，内围来说，波球还是非常强的。波球已经预测了王延龙。现在波球逐渐找到状态。转身腿，又是转身动作，但是被波球抓住机会，一个高扫。王延龙都是使得一些比较夸张的招数，想把这个比赛打混。国际规则不仅不能连续西撞，裁判
做出警告，不可以连续膝撞。王彦龙是出现状况，王彦龙是弃权了吗？时间快到了也。王彦龙好像出现了状况。摆手势。哦，王彦龙示意国球那个孤底膝撞。啊，这搏击是不能孤颈的，连续膝撞的。裁判说我警告了。王彦龙示意拨球孤颈膝撞。没有连续膝撞。让他感到了不适，应该是这是不想打比赛了吗？过去的犯规让他感到很不适。要打呀！王彦龙这是要放弃比赛吗？现在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出现了比较闹剧，比赛发生了意外，一下膝撞顶到王彦龙的那个腹部，好像还把他腹腔那个位置、腹肌那个位置顶红了。好了，马上开始了，但第一局马上就完了。比赛出现了暂停。这是规则没有讲清楚吗？裁判意思是单膝。出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拨球啊，用了一个膝啊，一个固颈的膝，这个是不允许的，固颈膝啊。所以说，我们在马上啊，把这个规则制定清楚，马上进入战斗当中，好不好？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规则是没有讲清楚，这种情况也是很少见。赛前双方在规则上没有达成一致，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匪夷所思的。现在全场观众都在看着他们，陷入了沉默，比赛陷入暂停。这应该是赛前没有沟通好。第一次在擂台上看到只有比赛的时候才开始商量起规则。王彦龙这是想效仿一龙，宣布无结果了，比赛如烂账。那么大概率是会有二番战的。哎，这是平局吗？这个比赛也是上演了一场闹剧。经过裁判团队的商量，这场比赛是无结果。两个人打了还不到一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
播球也是对大概率这个结果非常不满意，要二番战了，我觉得。现场观众也在高喊着，这个结果也是很多人都不想看到的。应该是规则没有协商起来，应该是规则没有协商起来。王彦龙要求不能够孤敬，播球这边没有同意，应该是就这样，这场比赛变成了无结果。拳击规则下就不会有这种结果，只有这种自由搏击，而且关乎到这种不是特别正经的拳手，像王彦龙这种人才可能会出现这种结果，变成了一场无结果的比赛，让播球非常郁闷。王彦龙表示不接受这种带孤警希状的比赛，然后播球这边还是要求可以孤警希状，然后没有协商起来，比赛变成了无结果。双方一直在商谈，但是一直都没有协商起来。我说这次比赛我们用的是拳和腿，我之前我们说过跟播球可以 MMA， 他我说可以接着拳套，我们打 MMA。Yes, yeah， 就是他非要犯规，非要这，那我们就什么都用就 OK 了 ，MMA、MMA 什么都可以用了，就不要老是这样了。对。播球他非要说他要犯规用膝，我说你犯规用膝，那我们就直接 MMA， 就不要这个什么了，就是吧。你不够资格，你靠边站。真的，反正他喜欢用肘用膝，我说我们直接什么都用都得了，就不用，是吧？所以说这种演员千万不要把他沾上他。好好的比赛变成了一场闹剧，加上他就没有好处。就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网络端所有的观众对我们比赛的大力支持以及对我们的关注。其实无论是人生还是赛事，大家都充满着戏剧性，所以呢，最终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只是履行裁判员对我的指导，最终裁判一致认定本次比赛没有结果，我们下次再打。